师邱南之邱董事长，欢迎。在当初邱县长争取运动中心的时候，竹北人口只有14万，老实说是不符合运动中心设立争取的标准。可是我们邱县长据理力争，甚至列下军令状，他保证运动中心成立的时候人口绝对超过30万。各位，这就是有远见、有魄力、有执行力，甚至为了乡亲全力打拼，甚至愿意承担政治风险的好县长。我给各位报告，现在竹北市的人口已经达到186600多，18万6600多，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的生活间，也已经达到38万的人口。竹北、新丰、富口，这个已经达到32万，新埔5万多，琼林2万多，加起来已经达到30万的人口，竹东还没有包括在内，就20分钟之内 OK 的，包括宝山在内。所以呢，这个成果都是在场的各界，我们长官给我们的支持，肯定我们新竹县政府团队有这个能力。